佛说《净业障经》，如是我闻。一时，佛住毗舍离安罗树园，与大比丘众五百人聚，菩萨摩诃萨三万二千，其名曰坏魔菩萨，神通游戏光焰菩萨，莲花身菩萨，放光王菩萨，长条身菩萨，满众愿菩萨，宝庄严坚毅菩萨，杂花眼菩萨，净音声王菩萨，光照明菩萨，妙真金菩萨，降伏一切诸根境界菩萨，大雷音菩萨，如意光机菩萨，文殊师利法王子，如是等三万二千菩萨而为上首。尔时有一比丘名无垢光，入毗舍离城次第乞食，以不知故入淫女家，时无垢光入其家矣。是时淫女于无垢光其染污心，作事思维，我今必当于此比丘共行御法，若不从我，我将殒命。作事念已，即便闭门，与比丘言，愿与尊者共行御事，若不从我，我当必死。时无垢光与淫女言，且止大子，我今不应犯如此事，所以者何？佛所制戒，我应奉行，宁舍生命，不毁此戒。尔时淫女复更思维，我今当以咒术药草令此比丘共为御事，与比丘言，我今不能令汝退转毁犯禁戒，但当受我所施之时而入舍内。便咒其时，投比丘钵，咒术力故，令此比丘便失正念，起于欲心辗转增盛。尔时淫女见此比丘颜色变异，即前牵手共为御事，是时比丘与彼淫女共相爱乐，行淫欲矣，持所起时还意精舍，到精舍已生大忧悔，举体烦热，夺哉，何为破大戒身，我今不应受他亵施，我今则是破戒之人，当堕地狱。时无垢光向诸比丘同犯行者，欲如是言，我今破戒，非是沙门，必去地狱。时诸比丘问无垢光，何因缘而破此戒也？时无垢光据说上士，持诸同学与无垢光，仁者当知，此有菩萨摩诃萨名文殊师利，得无生法忍，善能除灭破戒之罪，亦令众生离诸盖缠，我今与汝共议文殊师利菩萨摩诃萨所，除汝忧悔。时无垢光犹故未时，与诸比丘议文殊师利法王子所，道以问讯，供养恭敬，即以上士具白文殊师利。文殊师利与无垢光，汝今且时，时以当供议如来所，问如此事，如佛所说，当供受持比丘时矣。
与文殊师利共议佛所，道以顶礼佛足，却坐一面。尔时，无垢光比丘心怀恐惧，不敢问佛。于是，文殊师利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，即以上士具白世尊。尔时世尊告无垢光：汝时而否？答也：时耳。佛告比丘：汝本有心，欲犯淫否？答言：不也。佛告比丘：汝本无心，云何而犯？比丘答言：我于后时乃生欲心。如是比丘，心犯欲也？答言：如是。佛告比丘：我常不言心垢故众生垢，心净故众生净也？答言：如是。佛告比丘：语意云何？汝从梦中受欲之时，心觉知否？答言：觉知。佛告比丘：汝向犯欲，岂非由心而觉知也？答言：如是。若如是者，比丘，悟梦犯欲有何差别？比丘答言：悟梦犯欲无差别也。佛言：语意云何？我先不言，一切诸法皆如梦也？答言：如是。佛言：语意云何？如梦诸法是真实也？答言：不也。佛告比丘：语意云何？悟梦二心具真实也？不也，世尊。佛告比丘：若非真实，是有法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佛告比丘：语意云何？无所有法，唯有生否？不也，世尊。佛告比丘：若法无生有灭，有复有解脱也？不也，世尊。佛告比丘：语意云何？无生之法尚无所有，而当有堕三恶道也？佛告比丘：一切诸法本性清净，然诸凡夫愚小无智，于无有法不知如故妄生分别，以分别故堕三恶道。复告比丘：诸法无实，而现种种所应作事，为着贪欲嗔恚愚痴凡夫等故分别诸法，不知如故非是真实。复告比丘：诸法虚狂如野马故，诸法如梦本性自在待清净故，诸法究竟如水中月泡沫等故，诸法寂静无生老病死诸过患故，诸法无取非是色法不可见故，诸法无具如虚空故，诸法无性过诸性故，诸法甚深过虚空故，诸法广大无处所故，法无所作究竟寂故，法无所依境界空故，法无根本毕竟空故，法离盖缠烦恼结使不可得故，法离炽然性不生故，法无障碍本性净故，诸法无报犹如影故，诸法如幻犹不实故，法无所依妄分别故，诸法流转而诸众生着诸边故，诸法不起诸缘各个性相违故，法无染碍
无所属故，法无秽污，一切皆是不可得故。诸法无垢，净过空故，法无微相，相寂静故，诸法调柔，性不生故，诸法如如，初中后继，无差别故，诸法解脱，不相属故，诸法无闻，如瓦砾故，诸法非色，同虚空故，诸法平等，无积聚故，法不可持，犹如虚空，不可执故，诸法无得，智者推求，不可得故，法无扰动，三世净故，法无恶缚，破暗明故，法无次疾，离诸缠故，诸法安隐，如涅槃故，法无部位，过诸位故，法无彼岸，无此岸故，诸法无量，过算数故，诸法无相，其相空故，诸法无作，断诸怨故，诸法无形，形虚狂故，法无细论，灭绝观故，法无枯宅，离住处故，法无有着，常清净故，法同涅槃，生不可得，空无有故。比丘当知，诸法如是，不可宣说。是故，我昔坐于道场，得无所得，无有依法，有出，有末，有复，有解，亦无有法，有障，有缠，有忧，有悔。所以者何？诸法清净，无杂秽故。尔时无垢光闻说是法，心怀踊跃，悲喜交集，欲泪插手合掌，依心观佛，即说即言：快哉世尊，大功德，诸天世人所归养，善觉一切妙圣恒，其手能断诸苦恒，无所依者为作依，无有导者为讲导，安住十道常清净，其手世尊大威德，为是暗明作灯明，诸无目者为作目，身着虚妄能度脱，其手勇猛大精进，以离染污无嗔恚，于诸附着得解脱，等于怨亲能解缚，其手真实功德具，甘解可爱及愚痴，破坏诸有除众苦，生死轮转久已断，其手大力无上圣，于诸分别无所着，解脱妙智难思议，三界最胜离诸垢，其手清净无垢人，我今希求如是道，当脱无依众生苦，愿令我得如是圣，终不小圣尽诸漏，亦那由他无量劫，常受众苦不舍道，如月盛满显众星，我观如来亦如是，譬如有人入大海，其意下列求水晶，虽遇无量珍宝具，舍之而取下贱者，如人闻佛无量力，而不生念我当得，大圣广博所作事，放舍菩提正声闻，譬如有人见大王与诸群臣相围绕，不求王位悉臣佐，当知是义非瑕秽，如人闻佛大功德妙圣智慧所作事，而与小圣生喜乐，是则下列懈怠心，众生不应贪小圣，已如暗夜萤火明，当惜日光普大照，能破一切诸黑暗，
佛有无量大明文，声彻人天诸恶趣。佛光微妙为最上，能照世间诸暗明。譬如狮子除野甘，其心好乐野甘重，放舍狮子所应作，而更随主野甘法。如有大人在声闻，其由狮子在野甘，贪要小法以为足，当知是辈行贫道。若人欲求大圣道，当应常发如是心，利益世间断众苦，不应同比诸声闻，而时众会闻无垢光所说偈意，四万二千天子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集散摩诃曼陀罗花居茂陀等，供养世尊文殊师利，赞无垢光作如是言：善哉善哉，无垢能报佛恩，于菩提道多所饶益。尔时世尊即时微笑，诸佛常法若微笑时，有五色光从口而出，所谓青黄赤白红玻璃色，遍照无量无边世界，上至梵世，必于日月俗有光明，还至佛所，绕佛三匝，从顶上没。尔时阿难即从坐起，整衣服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向佛而白佛言：世尊，有何因缘而现微笑？诸佛世尊不以无缘而现微笑。佛告阿难：此无垢光比丘有大深慧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我今当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偈。佛告阿难：此无垢光比丘于未来世弥勒佛所带无生忍，亦当供养见贤劫千佛，过世之后复经十劫，供养二十亿诸佛已，得成为佛，号名功德莲花最胜妙恒狮子雷音如来。复告阿难：功德莲花最胜妙恒狮子雷音如来，应正遍知，彼佛世界名无量音，七宝所成，无有缘觉声闻弟子，纯诸菩萨。彼佛世界常转平等不退法轮。阿难：此无垢光速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所以者何？所胜妙胜敬佛度故。尔时世尊复告阿难：譬如日光所至之处破众暗明，如是阿难，若有众生得闻此经，当知是处有大照明，能令众生于一切法得无障碍。尔时阿难前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众生于一切法得无障碍？佛言：且止，阿难，何用问此？如是事为如来，若说障与无障，诸天世人皆当惊疑。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白佛言：世尊，愿说障碍不障碍法。诸菩萨闻，能于后时五浊恶世于诸世法不生染浊。佛告文殊师利：夫障碍者，贪欲是障碍，嗔恚是障碍，愚痴是障碍，布施是障碍，持戒是障碍，忍辱是障碍，精进是障碍，禅定是障碍，智慧是障碍，佛想是障碍，法想是障碍，僧想是障碍，空想是障碍，
无相想是障碍，无作想是障碍，无形想是障碍，不生想是障碍。文殊师利，取要言之，若于诸法有复有解，当知如是，皆是障碍。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不施持戒、忍辱精进、禅定智慧是障碍法？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：一切诸法性无障碍，而诸凡夫愚小无智，自生分别，于不施持戒、忍辱精进、禅定智慧而作障碍。所以者何？文殊师利，凡愚之人行布施时，于千众生不生恭敬，以不恭敬便生嗔心，以嗔心故堕大地狱，身自持戒，见犯戒者而生轻慢，说其过恶，令他闻之，生不恭敬，以不恭敬故堕于恶趣，自修忍辱，以忍辱故而生高心，我是忍辱于人粗恶，以是忍故而生放逸，当知即是众生之本。自行精进，于懈怠者生如是念，如此于人不应食他信施供养，乃至不应受衣饮水，常于己身而起供高卑下他人，当知是辈愚小无智。自行禅定，见乱想者发如是念：我常修定，其余比丘多诸乱心，说于邪论。如此之人去道上远，何能得佛？作是念时，随所起念，一念一劫，还受生死。夫当更修菩提之道，自是多闻于无明法，以不真智妄生分别，见有所得，起大骄慢。我说是辈更大愚痴无智之人，诸觉所覆非是大人，虽复至求大圣之道，作如是言，我当于是为罪为圣。而于声闻小圣之人不生恭敬、轻慢、恶见，说其过罪，以其恶心说粗语故而堕恶趣。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白佛言：世尊，菩萨不应于佛法中妄宣人恶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文殊师利，语意云何？菩萨岂不于诸众生常起慈心、怜悯、爱念，不以恶言而视之耶？文殊师利言：如是，世尊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岂当于一众生不以声闻缘觉大圣而度脱耶？不也，世尊。菩萨未曾舍一众生而不度脱，常与一切起平等心。佛告文殊师利：譬如良医等疗重病，国王大臣、长者居士及诸平民常作是念：云何能令众生免苦得离诸病？文殊师利：菩萨一耳，常与众生起大悲心，发平等意，云何当令一切众生受行佛法，使不断绝？又如良医所有医王经书咒术不断绝时，心生欢喜，踊跃无量。文殊师利：菩萨一耳，诸佛种性不断绝时，心生欢喜，亦复如是。文殊师利：一切众生不尽如医，能治重病，设有能者，是亦难得。文殊师利：菩萨一耳，不尽如佛，起菩萨心而自庄严，设有能者，是亦难得。又如良医于诸医方经书
秘术不应懈怠，以修依法。文殊师利，菩萨一耳，不应懈怠，如雷病人发菩提心。文殊师利，自然无失，是为难得，不从他知，是亦难得，妙胜之心，是亦难得，修行佛法，是亦难得。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于一切法心无障碍，待得清净？佛告文殊师利法王子言：若有菩萨观于贪欲，于一切法嗔恚，愚痴，于一切法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于诸五欲不生爱乐，亦不放舍，观欲实性，即是佛法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而于五盖以求菩提，如是观时不得五盖，即于菩提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观九恼法，即是慈心，思维观察九恼法时，不得他人，即于己身，名最上慈，以于诸法无所得故，菩萨忍亦复如是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观于犯即是不犯，观非毗尼即是毗尼，观于系缚即是解脱，观于生死即涅槃界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观贪欲界即涅槃界，嗔恚愚痴亦复如是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观一切法即是佛法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观一切法无有体相，亦无根本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观迁即失，不作二想，持戒毁戒，不作二想，嗔恚忍辱，不作二想，懈怠精进，不作二想，乱心禅定，不作二想，愚痴智慧，不作二想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复次，文殊师利，若有菩萨观诸烦恼即是佛法，是则名为净诸业障。尔时文殊师利法王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观诸烦恼即是佛法？佛告文殊师利：语意云何？汝颇见法，能还于法作系缚否？答言：不也，世尊。文殊师利：语意云何？颇见有法，能为诸法作解脱否？不也，世尊。文殊师利：云何菩萨得无生忍？文殊师利言：一切烦恼即无生忍，所以者何？一切烦恼同虚空性，以是义故，我观诸法无智无断无证无修，而诸凡夫障碍所蔽，无有佛法见有断结，修佛法故。尔时世尊赞文殊师利法王子言：善哉善哉，文殊师利，善能解说无尽之法。文殊师利，过去久远，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阿僧祇劫，尔时有佛号日无垢光，如来应供正遍知，明恒足，善事世间解，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，出现于世。文殊师利，日无垢光，如来寿九十劫，国名众香，彼佛世界
多诸众生好要小法，少能修习无上大圣，彼佛世尊波涅盘后，法住千岁，分不舍利，如我灭后等无差别。时有比丘名曰勇师，惭愧乐学，善修戒身，多闻智慧，言貌端正，成就第一，清净妙色。尔时勇师着衣持钵入南胜城，次行乞食到长者舍，其家有女容貌端正，未是夫主。时长者女见勇师已，生爱染心，作如是念：我若不得勇师比丘以为夫者，当自殒命。初不向人说如此念，欲心内结，遂已成病。尔时勇师乞食得以还意精舍，尔于后时女父命中，尔时其母而问女言：如何因缘而致私病？女时默然，遂不饮食。尔时女母密前与女先来亲善，同苦乐者，而往问言：以何因缘而致私病？使女答言：我于先时见一比丘言貌端正，便生欲心以治私病，若得从意，我病则愈；若不得者，便当殒命。是时与女闻此事已，还向其母据说上事。其母闻已，作事思维：今我此女病患如是，若使不得勇师比丘，当作何计？复作是念：我今当请勇师比丘朔至我家。当时此女从受经法，尔时勇师尔于一时入城乞食，复至其家，见长者女身体羸瘦，而问之言：此女何因何缘而有此病？时母答言：而我此女好听经法，我常故遮不遂其意，以治私病。尔时勇师与其母言：莫遮此女实不听法。母还抱言：尊者，若能教授此女经法，我当听之。尔时勇师即便许可。其母语言：从今以往常至我家。答言：可耳。时长者女闻是语已，心大欢喜：我今当作种种方便，令此比丘与我生着。使长者女与勇师言：唯愿尊者哀悯我故，常治我舍。尔时勇师默然许可，即受其食，还意精舍。尔时其母与其女言：从今以往好自庄严，以好旃檀种种杂香以涂其身，更着新好上妙衣服，如是庄严，可得从意。其后勇师朔到其家，转相亲后，朔相见故，便施正念而生欲心，即与彼女共行引法，心遂单折，往来频数。时彼女夫见此比丘往来频数，心生疑物，即设方便欲断其命。勇师比丘闻是事已，即作是念：当以毒药持于彼女，令断夫命。尔时勇师即以毒药持于彼女，而与之言：若必念我，可持此药以杀汝夫。使长者女即以毒药合着石中，斥其必死。持此犯似以犯我夫，夫实犯矣，即便命中。尔时勇师闻彼命中，心生大悔，作事思维：
今我所作是大众恶，何名比丘？受刑引法，又断人命，我今如是当何所归？生大忧恼，我若命中当堕恶道，谁能免我如是之苦？以是事故，从一精舍至一精舍，黄布持走，衣服落地，作如是言：夺哉怪哉，我今即是地狱众生，时有精舍，名曰悉无，中有菩萨，名曰毗柔多罗。勇师比丘即入其房，举身投地，十比菩萨问勇师言：何为以身自投于地？答言：大德，我今即是地狱众生。又复问言：谁乃令汝为地狱人？勇师答言：我作大罪，犯于淫戒，又断人命。十比菩萨与勇师言：比丘莫怖，我今力能施汝无畏。尔时勇师闻比菩萨施无畏声，心生欢喜，踊跃无量。尔时毗柔多罗菩萨即时从地接起勇师，牵其右手，将至一处，坐林树中。时毗柔多罗菩萨永身虚空，高依多罗树，与勇师言：今汝与我生深信否？勇师即时插手合掌而答之言：我见仁者如遇大师，亦如世尊。尔时毗柔多罗菩萨即时入于诸佛境界大圣妙门，如来宝印三昧，入三昧已，即于身上出无量佛身，皆金色三十二相，遍临数间。尔时诸佛即时同声说是偈言：诸法同镜像，亦如水中月，凡夫愚惑心，分别痴慧爱，法无作无处，如虚空清净，亦无有觉知，虚狂不牢固，于内求慧爱，未尝有得者。凡夫生染爱，实无有染着，如于眠梦中染着于诸色，亦如刀割物而刀无所知。凡夫亦如是，于惑妄分别，于爱生染着于浊增正诵，世间犹如梦，空无不牢固，如焰空中云，痴爱即无相。诸法如草木，心不在内外，爱非受命人，自性无所有。凡夫见诸法即从因缘生，无作不可取，性离常寂静，诸法犹如幻，凡夫生取着，幻性无坚固，贪嗔痴亦然。诸法常无相，寂静无根本，无边不可取，欲性亦如是。众生如镜像，寂着于我所，离如妄分别，无坚固可取。诸法如影响，欲会无处所，如幻梦水月，实无染会者。境界不真实，空无不可取，分别法无主，根本常寂静。譬如幻化人，无有贪恚痴，
幻梦等诸法，其宾不可得。如月现于水而不在水中，凡夫染痴慧，痴爱慧无性，贪嗔慧愚痴，诸缘常空无。无众生寿命，虚无常寂静，无眼亦无耳，鼻舌亦复然。凡夫痴无智，虚妄生牢固，如虚空无边，无尽无去来。诸法亦如是，如手摸虚空，种种分别法，实无分别者。凡愚即初因，尔时无有生。我观一切法，性根无所有，无生亦无灭，未曾有聚散。诸法性解脱，寂静无处所，无能吸取者，皆此名为智。尔时临终万二千天子亦毗柔多罗菩萨来听法者，闻说事迹，即时皆得无生法忍。勇师比丘见诸化佛神通变现，于诸法中思维选择，离诸盖禅得无生忍。闻说事例，汝莫生疑。尔时毗柔多罗菩萨起一人呼：今弥勒菩萨是也。勇士比丘起一人呼：宝月如来是也。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勇士比丘已成佛也。佛告文殊师利：今已成佛，在于西方，去此佛度恒河沙数，诸佛世界有国名长光，宝月如来于彼成佛。文殊师利：汝观世法能令众生离诸业障，受行引法断人命根，能令现身得无生忍，所以者何？能观三界如影响故，犹如幻师观于幻人，无有障碍。文殊师利：诸凡夫人于无有法妄生分别，堕诸恶趣，受于无量百千万苦。尔时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若有菩萨得闻是经，受持读诵，书写供养，尊重赞叹，而于现世得何等利？佛告文殊师利：语意云何？如日光明照阎浮提，于是众生有几何？文殊师利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日光明照阎浮提，于诸众生而作利益，无量无边，不可思议。文殊师利：当知是经亦复如是，能令菩萨破诸劫缚，能生无量智慧光明，亦于诸法得无障碍，速即能生无碍智辩。若说法时，不为众生魔及外道之所破坏，断其要说。文殊师利：譬如大火焚烧草木，无有遗余，当知是经烧一切劫，亦复如是。文殊师利：如雪山王诸于黑山，不能仗义，若有菩萨得闻是经，亦复如是，诸于外道不能如法而毁坏者。文殊师利：如转轮王诸小国王无敢拒逆，
若有菩萨得闻是经，亦复如是，一切杂论言是章句，如是之人不能易智。文殊师利，譬如比丘善能持律，能除他人破戒疑悔，当知此经亦复如是，能令众生离诸忧悔。文殊师利，如日天子所至之处，能破众明，若有菩萨得闻是经，亦复如是，能破一切无明黑暗，能生一切智慧光耀。所以者何？以因是经善修慧故，而是恶魔来至佛所，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大悲怜悯一切，常施安乐，唯愿世尊莫说此经。所以者何？若说此经，诸魔宫殿皆悉震动，诸忧恼见入我身中，以此经典行阎浮提故。世尊，我今当领如是经典，无有受持读诵书写供养之者，当时此经似如邪道，令诸众生起于邪见，读诵方广大圣比丘心生疑悔，诽谤此经。尔时释提还音，以佛神力，即于佛前头面礼足，以天曼陀罗花而散佛上，白佛言：世尊，恶魔波旬摄诸方便，欲为此经而作流难。世尊，我当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恭敬，如来灭后，我与阿难当令此经行阎浮提，普令周遍，我与四王诸鬼神等常当拥护说是经者。若有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恭敬是经典者，于诸拥护我为宗主。尔时世尊告阿难言：汝当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恭敬如是经典，亦为他人留步显现。所以者何？阿难，此经则是诸法之境。阿难言：如世尊教，我当受持，当何名思经？云何奉行？佛告阿难：此经名为净诸业障，亦复名为入于诸法无障碍会。说是经时，六十比丘不受诸法漏尽一解，八十菩萨得无生法忍。尔时尊者阿难、文殊师利、法王子及诸天世人、乾闼婆、阿修罗等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回向：如是佛身无漏智，我常信解净三业，以无量慧大福行，一心垂悯诸群生，以今读诵佛经藏，所获无漏功德种，愿我速证佛菩提，尽引众生归正道，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若有见闻者，悉发菩提心，尽此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